OK OK， 两个女生不是应该比较会煮吗？怎么感觉？肉边的肉，我们这样慢慢的拉。在煎这个扇贝的时候，你不要一直翻来翻去。 Who cannot cook? I think me. 今天我们要煮的 right 是这一个 Oh my god， 新鲜的带子 Scallops from Apollo Marine. Marine. 我们完蛋了。为什么这样呢？是这样的咩？其实煮饭真的不容易。 你在家里没有煮的咩？我有煮，可是那煮这种腌煮什么？鸡蛋。你每一餐都自己打？呀，两个女生不是应该比较会煮吗？怎么感觉？我要保厨房。其实不一定哎，你看那些大厨哦，那些很有名很有名的大厨，都是男的。快呢！你要搞定这个，要 puree 这个不会？这个不用煮的吗？好像要剥的嘞 ，carrot 不是硬的咩？ 是哦，那我要怎样再丢进去给它 ？OK， 你切小一点先。哎，上面有地上，哪里？不是，后面。你来切啊！你来切。OK，OK，你切。这样厚哎，不知道。哎呦哦哦 ，OK 哦，等一下，没有，我们可以这样。有吗 ？Oh my god！ 哦，完了哦！可以，这个可以。不可以的，你吃掉吧。好吃啊 ！Are you ready for the scallop？ 哎，等一下 ，I need to salt it。I think 我们不可以煮饭嘞，你看多乱。Maybe salt it？ 要给它咸咸的，怎么弄啊？ 哦，调味白醋，调味吗？对，我炒了啊这个，这是糖还是盐？我来啦！哎，是糖还是盐？啊！Oh my god！一定要哇！你说可以吗？我不知道放多少嘞。加牛啊！好大，很厉害！哎，不对，快点！ Oh my god！ It's so bad。 哦，哇呀哇呀，那还是……可以有一面没就好，待会把那个浇的。熟了吗？还没有吧？没有。火太大，我们火开太大。没有 ，butter 放这个。是没？我自己都不敢吃哎，怎么办？希望你不要叫我吃。哈哈哈哈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 哎，不是先哦，我会开，我会开，来，你不要冒险，哦，你开了，已经两个女人在厨房吃，哈哈哈，已经可以了，放下，放，没事，放心，放下来。哎，没有，不是呢，可以放下就浇了，先放那个。哦 ，OK， 我这样做OK。哦，那我比你会教哎，为什么你会懂啊？你厉害哎，哇，还是。 可以吃的嘛？可以，哎，你 try， 还有放那个，OK 啊，麻片。Oh my gosh， it's very good。哇哦，我听差不多了嘞。OK， 你决定，我不敢放那个，我怕它。哦，就是这样。放到完了。呀呀呀！真的。哇，哎， it's very terrible。 等下搅成糊就看不出来了，他们不知道。可以。I think 这个真的不可以。可以，来搅。怎么搅？Oh no！哇，一次有点。OK。我把H6。 刚蒸好了。I think you need to taste it. Oh. Okay, I think 我们 try 一下。啊，好，来，好。
cute， 不错哎、欸。你要怎么摆啊？这个？你在铺吗？啥？你要说在拍照，你会放那个吗？我保养。哎、欸，不能吃啦！哎呦。No, not in the center. 不要不要，这边吧。你那个盘要抹干一点。Okay.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什么袋子和萝卜泥，好烂！哎，不烂，很好吃，好不好？你吃啊，你吃。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这个日本的 scallop。这个日本 scallop 是比较特别，它是已经有带壳的，不像我们以前在那个就是通常在那个。超市啊，买这些已经就是脱壳的，或者是包装好的那些 scallop。然后我们要的当然是这中间的这块肉，所以要知道这个 scallop 是否新鲜的话，你要看它的要有弹性啊，然后它的肉是不是有点模糊那样的那个样子，或者是很会出水。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 pan sear， 所以这块肉周边的肉我们这样慢慢的拉，首先要小心，要把这个中心的那个中心把它扯破。这个沙拉我们今天准备的就是很简单，就是也是就是跟着主题吧，我们就走这个日本的那个黄瓜拿去泡，然后切一半，然后现在我们准备他们的 pickling liquid， 就是这个就是好像说一个酸菜的一种方法。我们做酸菜其实对肚子或者是对营养其实特别的好。当然醋本身是特别的酸，它的酸性也是比较呛，所以我们要加一点糖。我们用的是白糖，可是如果你对色泽没有什么大致上什么要求的话，你可以用黑糖啊。我们可以把刚才这些切好的黄瓜。渗透在这个汁里面，这个醋汁里面，就放一边。我们现在准备这个 cauliflower， 先把它的那个花蕾切出来，切小片。所以这道菜其实是挺健康的，因为我们要把这个 cauliflower 来做成一个泥，我们来放一点这个牛油。梨花丢进去，然后均匀的翻炒。这个煮大概差不多2到3分钟。对，当然要做泥的话，我们当然是要用这个，我们可以用牛奶啦，或者是用这个 cooking cream 吗？现在这个长方形的摆第二层，因为真的它有它的酸味，也有它的甜味，所以如果你觉得要加一点水果什么的，也都可以。那差不多好了，把煮好的那个 cauliflower 丢进去。那个 scallop 上面撒一点盐，盐可以加的多一点，因为当然待会碰到那个热度的时候它会出水，撒下去。在煎这个扇贝的时候，你不要一直翻来翻去，要不然它的那个整个肉质会变。好的时候就把火关掉，然后挤点柠檬汁。好了。